你把房子卖了，啊？你还是把钱给李思雨了？是。我不是跟你说别这么干吗？我就是觉得我应该这么做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对着干？ 没跟你对着干，你是不是还爱他？我爱的是你。那你为什么要卖了你唯一的房子去支持他？我就是觉得我心里对他有所愧疚。 王总已经走了，我想见你。 王总如的意思？跟他没关系，这是我自己的意思。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把那个房子卖了。你傻啊！那房卖了，想再买回来可难了。但是你需要钱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思远，从我们认识开始。 你一直都是打住，千万别跟我义气。那好，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遗憾，如果当初我支持你的梦想，也别跟我提梦想。那我们说眼下，眼下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有，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你给了我30万。 这个房子卖得急，没赚什么钱。我还了贷款，还了一些亲戚朋友的钱，就剩105万了，都在这儿。你不欠我。你放心，我们两个以后不会再有任何的交集。 陈一鸣。